大家好，我是英氏党部主委翁腾源。台湾现在的疫情越来越严重，人民需要疫苗，但民进党却不愿接受大陆的疫苗，只会乱说大陆的疫苗品质不好。大陆的疫苗已获 WHO 认证，绝无问题。民进党不能为了政治私利，让人民选择疫苗的权利都没有。身为父母的我们，也是很担心小孩的命。人命关天，疫苗优先，我们要疫苗，请替台湾人民生命着想，谢谢。卢市长您好，我是中华统一促进党营政党部主委李嘉威。生命至上，疫苗优先。北京国药及科兴疫苗是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，大陆现在愿意无偿提供给台湾人民。执政党政府一再阻挠大陆疫苗来台，这背后存在着百姓们不知道的秘密。台湾从美丽的宝岛沦陷为政党利益操控的傀儡，市长请您站出来，为台湾百姓生命安全为考量，替我们争取世卫组织认可的疫苗，为百姓造福祉，救救台湾所有的同胞，别让执政党继续罔顾人命，谋财又害命，拜托，拜托。